抽一张牌。随便抽吗？随便抽。记住，给镜头看，给他看，但是不要让我看，我也看不见。这是正面。对对对对。好像打麻将一样，把它弄乱之后散在桌上，尽量散得越开越好。我有插到牌吗？没有。我有插到牌吗？没有。现在呢？欸、有。有。有有有。是一张还是两张？一张一张。你刚才选的牌是什么？嗯，可以说是吧？可以说。红桃三。这是红桃三吗？是。好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刘谦魔术的分享时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魔术呢，学名叫做 Card Step。这个呢，为什么今天要以这个魔术做开场呢？因为它来自于二十世纪初一个很有名的魔术大师，叫 Max Merlini。在现在这个年代呢，很少人知道 Max Merlini 是谁，但在当时呢，他是世界知名的魔术师。他的名字呢，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知道，但是在魔术界呢，他仍然是一个呢，我们魔术师每一个人都记得，而且他许多事情呢，都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魔术大师。所以今天呢，我要好好介绍一下这个人。那么这个 Max Merlini 呢，他是1873年出生的，好，是犹太和波兰的一个混血。四岁的时候呢，随着父亲到美国发展，生活也不是很好，也不是非常富裕，所以那很小的时候呢，他就加入了杂技团，然后在这个杂技团里面学了一些小魔术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呢自己在外面闯荡江湖。长大之后呢，成了非常有名的一个魔术大师，好，旅行了世界各地，包括了美国啊、澳洲啊、欧洲啊、中国啊，甚至然后呢，他不在这种大型剧院表演，他只在这种小剧场，或者在一些私人聚会，或者在一些酒店里面的这些 salon， 反正就是一些高级场所演出啊。当时呢，很多欧洲的王室或者一些企业家都能邀请到他表演为乐。那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呢？其实呢，后世呢很多魔术师都分析过，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制造机会、创造机会，还有抓住机会的一个人。在他小时候呢，他父亲和他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钱人，你必须要穿着像一个有钱人，说话、行为举止、态度像一个有钱人，然后交很多有钱人的朋友。朋友呢，和说话我不知道，但是呢，他的穿着是像这样子。是有点浮夸了，我知道当时的有钱人可能都是穿这样。他会成为魔术界的一个传奇人物呢，是因为他当时所发明和表演的一些魔术到今天很多魔术师呢都还在使用，还在表演当中。说到这边呢，大家一定很好奇，说哇，这个人既然这么厉害，那好想看一看他的影像片段。有，哎，在网上呢其实有一段珍贵的影像，只有这么一段流传在历史上，很想看，我们来看一看。只有这样，没有任何魔术的部分，就是他抽烟和聊天而已。所以呢，他的很多呢这些事迹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当时他的朋友，还有一些见证人，还有他自己呢流传下来的一些访问，所以后人呢记录下来的。但我觉得这个 Merlini 呢，之所以成为魔术界的一个传奇人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在100多年前表演这些魔术啊，到了今天，很多魔术师呢还是当成这个经典，还在使用当中，顶多加点小变化而已。而他最有名的一个魔术，充分的体验出魔术的精神，就是接下来这个魔术，在当时都是戴这种帽子。小姐，请坐到这边来，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这是一个硬币。嗯，好，这是美金的 half dollar， 现在已经停产了，我们可以看到。好，正面呢是一个人头，背面呢是一个老鹰。嗯，好，然后呢，看一下我的帽子里面是空的。嗯，对。对吧？里面什么都没，空的。好，这游戏是这样玩的，我旋转这个硬币呢，你猜猜看，现在是老鹰还是人头？嗯，人头。你确定吗？我如果跟你赌100块，你会说什么？我赢了，你给我吗？对，嗯，人头。我们看一下，哎、老鹰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差这么一点点。要不我们再来一次？现在呢？不要看的话，老鹰。老鹰，哎、欸，很准，很准。但是我们刚刚那次才有赌，这次就没有赌。好，这次再赌，这次再赌一次，好好好。现在。老鹰，老鹰，嗯，好。当时呢，最神奇的并不是在于观众永远猜不到，而是在于呢，当时在1910年代，在那个时候呢，家家户户还不知道冰箱是什么的年代，他表演到最后呢，帽子下面会出现一个大冰块。Hello， 这哪来的呀？有看过我们魔术课的这个观众朋友呢，一定都不陌生。这个出现冰块这个技巧呢，叫做 misdirection。好，我们倒带一次，可能就可以看到了。这个通过呢，反复几次的回放观看之后，你一定可以知道这冰块怎么变出来的。但是如果你现场看，你一定会被吓一跳的，对吧？关键是朋友们，关键不在于它变成这个冰块的技巧，而是在于这个人每天随时身上都带着这个冰块。他好神经哦！哇，这个真的是太夸张。这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而且你可以想象到，在那个年代，有一个人每天身上带一个这么大的冰块，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随时可以表演这个魔术。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他一整天他没有机会变这个魔术，他就会默默地把这个冰块再带回家。那不会化掉？会化掉，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带的。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随时做好准备，随时创造机会，随时抓住机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当时呢，玛丽尼非常重要著名的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呢，受邀在这个好像是丹麦王室的一个晚餐里面哈，他受邀去出席这个晚餐。然后呢，他到了现场之后，他就感觉今天一定有人会叫我变魔术，但他没准备怎么办？扑克牌也没带，今天好像大冰块也没有带哈，他完全没有准备。他想怎么办？怎么办呢？他就晃晃晃晃晃晃到这个厨房里面去。在厨房里面，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有几只鸡。他就想说这个鸡能干什么呢？他就偷偷的把一只鸡毛全部拔光，然后呢，他把这只鸡催眠。你得想问我什么叫做把鸡催眠，对吧？我告诉你，只要是有羽毛的鸟类，你把它按住按久了，它就不会动了，就像睡着一样，因为它会以为它自己不能动。什么？你不相信我说的？我来示范一下。好，这是一条手帕。好，这是一条手帕。好，我用这只鸽子来做一个示范。好，这就是一只有羽毛的鸟类了。你把这个鸟啊抓起来，然后呢放倒，这样按着它大概10秒钟吧，10秒钟，它就会以为自己不能动。当它以为自己不能动之后，就算你把自己的手放开，它也不会再动，因为它的意识里面就觉得自己是不能动的，好，就像睡着一样。这就是鸟类的催眠。好，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是，我现在没有抓着它，它就是在我的手掌上放着，但它就是不会动。好，那这个玛丽尼呢，把一只公鸡的毛拔了之后呢，就把它这样催眠，然后呢把它放在盘子上，然后上面撒上一些香料，再涂上一些酱料。他就买通了一个 waiter， 说如果今天等会呢，我看你，给你一个手势，你就把这盘菜端上桌。他就说好。于是呢，晚餐就开始了。果然当时呢，好像是丹麦的王室，不知道是国王还是王子啊，就说哎，玛丽尼，你可以表演个魔术给我们看吗？这时候呢，比了手势，这道菜就端上桌了。他就说魔术其实最近呢，那种什么手法机关，我最近已经超脱出那种境界了。于是玛丽尼看着这只鸡，餐盘里的这只鸡戳了他一下，这只鸡就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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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飞走了。朋友们，你可以想到现场的宾客们，这叫做鸡飞狗跳，鸡犬不宁。全部都吓疯了，这是他呢另外一个故事。所以这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呢，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魔术师的工作
所以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好，其实不只是对魔术师，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就是成功的关键。第二个，魔术师的生活真的是悲催。第三个，下次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吃鸡的时候，要小心。